好，来，恩慈睡过头了，恩慈早上去市场，现在哎呦，温暖啊，色的，刚刚看到这尾的，这一尾鱼漂亮，哦，这尾鱼可以，哦，小归小啦，200公斤的，你看一下，哦，它的各个项目都很符合我们的需求跟要求，哦，标准都有，哦，而且你看这个眼镜的怎样，很老外的是不？很牢啊，就晶莹剔透的眼睛，你看看，哦，闪闪发光，哦，炯炯有神。哦，想吃的朋友先分享。哦，想吃的朋友先分享，左下角按分享，已经分享我的按赞爱心刷一波哦，有吃过的按赞，想吃的刷爱心哦，都刷一下哦，机会一样，机会一样，加税。哦，等一下一样，全部位都买哦，等一下全部位都买哦，上中下哈、哦。哦，等一下上中下都买哦。你要吃各部位都可以，哈哈。分享还没分享，赶快分享！中午时间哦，看看黑尾鱼秀，吃吃黑尾鱼哦。哎，今年有吃过了没有？今年有吃过了打有，今年有吃过了打有，还没吃过打没有哦，还没吃过打没有。哦，今天姜老师有吃过的，我们抽两份哦。所以呢，有吃过打有吃过抽两份，没吃过我们再姜啊抽一份哦。所以没吃过打没吃过，有吃过打有吃过，没吃过打没吃过哦。这个是今天的一个姜关键字哦。现在让你刷一下，有吃过打有吃过，没吃过打没吃过啊。投格肉，投格肉，头尾哦，其实好鱼啦。好鱼啦，哦，好鱼就是头尾就看得到它油脂了啦，哦，好鱼啦，要不一样啊，哦，现在不一样啊，水啦，现在拖个过来就看，来提发骨，提发骨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哦、来冒姐来，哦。看得到肉吗？看得到肉吗？哎、欸，要辛苦的，是这样，要求控制力要快点。哎、欸，根本蛮油的，哦，根本蛮油的，哦，来，让我们网红看一下，哦、来，走，我们这一台的，我们的频道，爱吹我，哦，各位说起来吹我了，几天都好几百万，最多上千万的。1000多万观看的哦，哦，超强的哦。这是本业吗？是偶尔的看看。哦，本业啊，老公也是拖拖累哦，老公在工作也拖拖累哦，起来帮忙拍。哎、欸，你是本身就做剪辑摄影的还是？之后才出来的，对。之前是上班族。上班族，厉害哦。应该说斜杠人生了、啊、哈，上班族出来变这样开 YouTube， 影片都几百万上千万观看的啊、哦。没吃过的，没吃过，有吃过的，有吃过哈、哦，这两个关键字大家都可以刷哦，总共三个关键字哦，总共三个关键字大家都可以刷，有吃过就大家有吃过哦，有吃过的我们今天再抽两份再让你再吃哦，没吃过的我再加码再抽一份哦，现在呢先分享啊，先送十份，吃的还要再吃。哦，因为这尾鱼哦，光这样看就漂亮了。各位，今天鱼市场呢，75尾鱼。哦，今天鱼市场75尾鱼啦，不是每一尾都漂亮哦，我们都是万中选一啊，75尾鱼是中选一，选一尾最漂亮的。啊、哦，龙哥，龙哥，第二种去，哎，叫里面那个放音乐，不要放这个声音。万中选一的。哦，那你也看，你就知影，你也看一下，安尼记啊，哦。看东方翔，看伊遐看啊久啊，哦，看一下伊的水道是无，圆滚滚的身体，哦，瘦瘦的尾巴，哦，花露眉。
梅花鹿的皮纹，哦，黑黝黝的皮身，水，水当当。所以呢，想吃的，哦，这尾鱼是很不错。啊，如果你想要库存的，一年黑尾就是一年买一次，然后买一次吃一年。哦，我们以往都是这样跟大家说，哦，因为黑尾鱼一季，一年就这一季而已啊，就一个季节而已。哦，所以一次就要买一年份。哦，你可以平常想吃的，想吃碎片，想煎的，想烤的都可以。哦，都可以准备。哦，都可以准备起来放，反正放冰箱嘛。现在的冰箱技术应该都蛮高的，哦，都放着想吃就吃。啊，所以有吃过没吃过的赶快吃啦！为什么不想要吃的黑尾鱼？啊，没吃过赶快吃一下。哦，这家伙我肥，我到吃几年嘞？啊，吃到好几年。不会大家拢咧吧？哦，安只啦，只较歹哦，只吃几年哦。哦，一般回拢我是拢吃尾鱼啊，只吃几年哦。哦，之前好像吃的也没早看成鱼的哦，看一下它的只那个只奇葩哦，你看。哦，看一下。哦，今年有三尾的鱼啦。哦，你看卖十几尾，才这三尾而已。左下角按一下分享，我来分享一下，我来分享一下。哦，现在算比初期还要便宜的，但是还没有到最便宜的时候。哦，已经比初期便宜很多了啦。哦，有在跟我们的黑尾鱼应该都知道，已经有降价蛮多了。哦，已经有降价蛮多的。哦，我们就是随着行情调整。哦，但是我们的鱼不会比别人便宜哦。哦，这是我跟大家讲的，我们的鱼不会比别人便宜，因为我们在市场买鱼不是找最便宜的。哦，看我们的标准就知道了。哦，我们在买鱼不是买最便宜，我们是买最好的鱼，所以它的价格普遍会比外面的鱼还要来得高。所以各位知道吗？哦，老看我们就秀给啦。哦，我觉得我不是说大部分直播台，我是少数。哦，今年很多直播台下来卖黑尾，我觉得大家都做的普遍都不错。哦，因为大家起码把这个品质行情都做得很棒。哦，但是少数一些直播台就是出来都被吓给哦，东港墙没偌济啦，我没偌济。哦，各位。不要忘了比较，第一，鱼的价格就不一样哦。看一下我们的鱼的品质跟其他家的品质，第一就不一样哦。第二，成本就不一样哦。东港墙是整个大团队在帮各位处理鱼哦，整个大团队在帮大家处理。啊，有的一些小直播台出来哦，我就是买一只，反正我就加减卖，我卖，我就补贴的过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所以这个没办法比较啦。哦，这个没办法比较，哦，所以呢，我们的鱼不会比别人便宜，但是品质绝对好。各位，光看这样，你刚光看这样，它的油脂就几尺，你看啊，两位，腰修骨，腰修骨，来看一下，来，哦，这恁来啊，恁来看有无？哦，这恁看过，恁嘛变来啊，系啊，哦，起来看一下。还看得到它的油脂哦，来，再来压坑起来，压这个坑起，哦，铁的哦，铁的啊，要刮肉的哦，碎的，哦，加处理嘛，现在来，不是加处理得了，这样到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东港墙真的很少在做竞价之争，我们也不必要做竞价，哦，我们给大家的就是品质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给大家就是品质啦，哦，这品质你家己看你就知影。所以我们东方墙挑的鱼，这今天75尾鱼都是普遍价格都是在前面的，那品质就不用讲了。好，好了，哦，这个，所以这一尾鱼要吃哦，等一下全部位都卖哦，等一下全部位都卖，上中下部。不要，一个碎啊，一个收，哦，一个碎啊。来，这鱼怎么吃？这个骨边肉哦，一个很处理的，很勇敢。没吃过的今年要吃看看啊！哦，没吃过的今年这一尾一定要吃看看哦。今年鱼真的也算不多了哦，今年鱼算不多了哦，而且好鱼真的也不多哦，今年的好鱼，今年比较奇怪哦，鱼不多，然后好鱼又不多哦，可能比例上的关系啦，就是。
鱼少，它的好的就当然鱼更少了。哦，那等一下这个上中下部我们就是个别卖哦，三角上中下部等一下就个别卖，想吃什么就买什么。哦，今天应该整片整片来了啦，当然给那个是黑肉啦。哦，这一块就是所谓的黑肉。哦，这一块就是所谓的黑肉。哦，黑肉是营养价值最高的。哦，但是它呢，当然也是比较属于比较新的。哦，属于比较新一点。哦，要会处理。哦，要会处理。哦，所以它这个就是你必须要会处理这一块才可以供给黑肉。哦，啊，来行的随便吃黑肉。哦，来行的随便吃黑肉。哦，三角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这三角从头游到尾，我跟你讲，哦，从头游到尾，哦，哦，更多，来，我再看一下，漂亮漂亮，来，一个一个放来，一个一个放来，这两个关键字我们在加收，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抽十份。生鱼片，哦，抽十个生鱼片，啊、哦，现在呢，我们抽十个生鱼片，啊、哦，免费让大家品尝，啊、哦，让抖音冲起来，啊、哦，让抖音冲起来，又开始赏，啊、哦，中港强呢，一天大概就卖一尾，哦，一天卖一尾黑尾鱼，啊、哦，中港强一天卖一尾黑尾鱼，都是当天现杀的，都我们大家所看到都是当天现杀的。等一下，不然进来部落就先卖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哦，等一下另外一边的部落起来，我们就开卖。好，来，想吃什么部位打上来？各位想吃什么部位？什么部位要先吃？三角上中下腹自己挑。哦，三角上中下腹自己挑。什么部位想要先吃？这尾鱼极品哦，这尾鱼极品。我建议大家看我们东华强，黑尾鱼卖那么多年了，应该都多多少少都懂得看鱼了啦。哦，多多少少都懂得看鱼。你看它那个圆圈圈有没有？哦，它挖开之后呢，经过空气的氧化，哦，熟成之后，你看整个都是油脂大爆发。哦，整片整片来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整片整片来。安尼，黑尾鱼真正是袂浪费，好不好？哦，唯一不敢给大家保证的是价格而已。哦，我们真的便宜不了。哦，以我们这个鱼的品质，我们真的便宜不了。哦，我们光绝对给大家保证的。你也看一下，哦，你也看一下，这油质你也看一下，水安尼，水，这个鱼啊，这个对吧？哦，看这，然后呢，现在，哦，有吃过没吃过都刷一下。哦，有吃过没吃过都刷一下。等一下我们就，哦，等一下你要剩一片就买剩一片，你要煎的就买煎的，安尼好不？哦，你要什么部位就买什么部位。这个是另外一边的三角上中下部。这位，来三角。
吃啦。哦，食伊油脂甲盐巴芳啦。你看，上中下的油脂，你看看，上中下的油脂，块块都漂亮。下，休蛋姐啊，等下各部位都让大家吃得到、买得到了。哦，各部位都让大家吃得到、买得到。背肉，等一下看完背肉之后就让师傅处理。哦，我们进来，等一下就给你，就开卖了，好不好？哦，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开卖了。哦，当然大量时间也是有限的，哦，中午休息时间也是有限的。哦，等一下我们这个背肉开翻之后，让大家看一下品质。好，我们就来进场开卖。哦，背肉就基本款的哦，头尾肉、皮肉、刺身都是在背肉，哦，就比较属于基本款的。好，今天再给大家一点折扣，哦，今天再给大家一点折扣。哦，这个鱼的价格呢，现在量体比较多，也慢慢下滑，哦，也慢慢下滑了，再给大家一点折扣。哦，这里想吃的准备好。比较靠近骨头的地方，哦，A 肉比较靠近骨头的地方。乌白啊，这个乌白哦。这是另外一半，哦，另外一边的这个。背肉，另外一边的背肉。这尾油脂应该从刚刚看到现在，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，对吧？它的鱼的油脂很饱和，对吧？连它的刺身都带有，这尾鱼连刺身都带有。谢谢。它的鱼骨呢？鱼骨整块就是它的龙骨，哦，龙骨背鳍，哦，三角鲜肉，哦，背鳍还有鱼骨，鱼骨整个都是可以有用的啦，哦，整个鱼骨都是有用的，加上中间的龙骨，哦，中间的龙骨都可以煮汤跟蒸。准备开卖哦，来，来吧，兄弟，哦，准备开卖。Okay.